我居然要拍短剧走红了。小图是演我吗？我今天啊给他安排个剧组打杂的活，我让他好好演，好好享受享受。我没找到很刁钻的，你这不是害我来小废话？你过去。哎，那个曹姐姐来来来，曹姐姐。不是什么情况啊？你们这是？其他人都回避。跑龙套，这是个待遇吗？这个什么跑龙套呀？小野这回可是正牌女主，待会儿还要有一线男明星来演霸道总裁拯救小野呢，最终还有吻戏呢。我太感谢那个 C 姐姐给我这个走红的机会，宝子们 ，C 姐真的是人美心善，为他人着想，我们之前都误会她了。我真的把你说砸自己脚了吧？这，哎呀！我靠，这什么待遇？哎，你搁这干嘛呢？出去！怎么跟我 C 姐说话呢？我没泡话，都是 C 姐一手安排的。她以后就是我伯乐，你们到最后尊重点。准备好了，开拍了。啊，好 ，C 姐，我先拍摄了，走吧，导演。哎，不是，等等，导演，我有话说。你看小雅这是五五分，这苦瓜脸，这老女人样，这出去给我们演，不是给我们剧组丢人吗？哎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呢仔细听你斟酌了一下，我这身材样貌确实都比他当时小野强，然后呢我又是专业表演科班出身，演技真一绝，像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艾妮，哎，行，跟我走吧，跟我走吧。导演，导演，快下，快下，不是肯定，导演等等我。你怎么这样，那个渣女？谁那狠一点，还敷衍欧女配的形象？不是导演什么欧女配啊？我演的不是正牌女主吗？不说后面还有一个跟什么国际一线大明星吻戏的机会吗？做梦呢，就你这形象也配？我不拍了。哎，谢谢。你说就不拍就不拍了，人导演让你拍是器重你，你不要不识抬举。人美人美名气价值还不小，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你拿个霸演的，现在不给我穿好婚纱？不是导演。都是小野，你故意让我上套了是吧？你那也是你自找的呀。好，拍吧。不能拍了，赶紧拍呀！宝子们，快来评评理，到底是我自找的，还是都是他陷害我，想给我讨回公道？哎，快！